珠发动扶摇大战，拱卫京城。严冬将军为首的京城六骑消如山战，经过数年血战，终于斩杀了妖王。然而妖王死前，以妖术将魂魄寄生于严冬体内。坚守妖王魂魄侵蚀的严冬，为镇压妖魂，口含玄品珠，生葬于一处地穴之中。能确定东西就在这里？老徐，我敢召集大伙来这儿，雇咱们探宝的人已经摸清了状况，大家已经收到1000两银子的定金了，是不是？寻回了宝物，这就另有重赏。石板上的星图，暗河武侯以法八阵图，天赋地在风阳云锤，龙飞虎翼，鸟翔蛇爬。此阵开修生，三门为吉，渡井中平，乾坎艮巽离，应该是按这个顺序前进。畏首畏尾，我先试试，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古怪。哎，你轻功虽好，也要小心。位置，影子也会捣乱作怪。可如果灭掉灯火，石板轮转之后，我们又不知道正确的方位在哪儿。兔子、瞎子，听声辨位。灭火。前卫右二，坎卫左三。位前三，离位前一，
要不然我们先……都已经到了这里，难道还能打退堂鼓吗？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只能闯到底了。虽然无毒，可被咬过的地方会焦黑碳化，而且活蚁喜欢群居，如果数量太多的话。赵明的，啊！
两个蠢货，彼岸花的香气会让人产生幻觉，区区幻想有什么可怕的？难得上元佳节出来赏灯，你怎么还闷闷不乐？没有啊。以吴缺公子的家世人品，你要是嫁了他，绫罗绸缎、山珍海味还少得了吗？李长安，一个厨子，有什么值得你惦念的？多谢杜公子相救。没伤着你吧？我没事。这多亏吴缺公子及时赶到，要不然呢？你未免也太及时了。这广灯会，多约几个人过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再说了，人家吴缺公子也不是外人。受了这般惊吓，哪还有心思逛灯会？我要回去了。哎，你这，
吴小公子，这舍妹这脾气。无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京城之中，久已不见妖踪。这只孽畜是从哪冒出来的？京城之中，天子脚下突然群魔乱舞，难道朕是祸国殃民的昏君，所以搞得遍地魑魅魍魉吗？陛下，据老奴猜想，此事事出有因。讲。前几日有人报告严冬将军的墓遭贼人所盗。六祭司的前任主司严冬。正是。京城的伏妖大阵是以玄牝珠来发动的，眼下群妖四起，可能与玄牝珠失窃有关。于承恩，敕令六祭司十日内寻回玄牝珠，此事由你全权督办。臣遵旨。掌柜的，何事啊？昨天我没在的时候，店里有没有面生的外乡客人来投诉？好像有一个啊。你查对过他的录音没有？那倒是没有。哎，官爷，京城里可是好久没严查过外乡客人的录音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跟昨晚城里闹妖怪有关系？不该知道的你少打听。厨房种地还是请您外面等啊。喂，这就是昨天来的外乡客人吗？啊，没错，就是这位客人。客官，官人们在检查每一个人的录影。录影我有，在房间呢，我这就去拿。别动。好，在他房间里搜出了一把录影铲，带走。走。我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糯米团。哇！嗯，尝尝，好不好吃啊？嗯，桂花的花期过去了那么久。因为你爱吃嘛。四个月之前，我摘完最末一期的桂花，把它用开水烫过晾干。然后呢，加入白糖腌渍，密封在罐子里储存起来。这样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吃，随时都有了。算你有心，来，赏你一个。好。啊。红色玉。不知检点。跟我回去。哎，公孙大哥，你别误会。
我就是特意做了一些糯米团子带给玉儿吃。嗯，很好吃的，你尝尝。你一个厨子，凭什么对我家玉儿有非分之想？哥，你太过分了。我过分？从小到大哪件事哥哥不是对你百依百顺？可是婚姻大事，由不得你任性胡闹。他李长安，怎么能跟六祭司的吴缺公子相比呢？走。等会儿。公孙大哥，是不是如果我和杜无缺一样，也成了六祭司的一员，你就不会再干涉我们了？就凭你？走。聘诸被盗，陛下有令，京城六祭在十日内寻获宝珠，有把握吗？于公公请宽心，顺天府不已经在四处拿人了吗？而且我听说前前后后已经抓了几十个疑犯。哎呀，如此的卖力，所以我坚信只要东西是在京城，迟早会找出来的嘛。哼，就算跟玄牝珠被盗之事无关，这些盗墓贼也该好好整治一番。王诸葛，你们京城六祭又在忙些什么？嗯，雷燕、费龙还有七乐已经赶往严东将军墓穴。出动了三祭，你们真是有心。算是给面子。六祭司的确是个麻烦，会不会
万了义父的事，刘季夫聚首，聚首不可敌。他们相互之间都看不顺眼，一盘散沙，不足为虑。你呀，一不坏我的事，就谢天谢地了。让你找几个行家好手去盗墓，这人呢？东西呢？义父放心。 人在顺天府大牢，东西我会尽快找回来。给我记住，时不我待。 姜太公以直钩钓鱼，是愿者上钩。老先生，您这空锅涮肉，什么意思啊？请君入瓮啊！哟，你还吃人呢？妖怪！哎，不要乱讲，我怎么会是妖怪呢？哎，食盒里的桂花糯米团，不会都吃完了吧？嘿嘿，您怎么知道我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我还知道你叫做李长安，福来客栈的厨子。那些桂花糯米糕是送给公孙家的大小姐公孙玉的，对吧？咱们认识啊！小心！ 哇，好吃好吃，浪涌秦江雪，风帆照晚霞，美味啊！要是这个时候玉儿知道，我居然跟六祭司的马三爷在一起吃火锅。 怎么都不会相信呢？不过马三爷，你怎么会认识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呢？您怎么知道是我呀？无名之辈，别客气啊！历经卷进了一桩通天大案，自己还不知道？玄牝铸背道，难怪这两天京城里一直闹妖怪。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去过顺天府大牢，那些被抓的盗墓贼，没一个人醉的。在其中呢，有一个盗墓贼的洛阳铲上发现了一些残留的红土痕迹。 关中之地皆是黄土，唯有兰州保德一地建有红土。严冬将军当年正是葬在那里。这个盗墓贼
是在你们客栈的厨房里被抓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东西藏在厨房里，我去看过他的前牙，摁指印处还残留着一点点桂花糯米团的气味。您是说他之前动过我的桂花糯米团了？必是如此。你和吴存玉都吃过了啊？吃过了。赏你一个，吴存玉。藏在了一个客栈的后厨里。什么客栈？来福。不对，福来客栈。哟，客官，不好意思啊，小店要打烊了。大人，小人眼拙，您能来小店真是蓬荜生辉。今天有没有客人理店？没有。那有没有打尖休息的过客，吃过东西就走呢？也没有。大人您是？就是路过想找点吃的。不必拘礼。大人您想吃什么，小的这就给您做去。糯米团。大人，小店不卖糯米团子。早上有人看到你厨子在做糯米团。那是李长安那小子自己开的小灶。李长安他在吗？请病假回家去了。算他命好。大人。山海羹，取水煮的春笋，蒸熟的鲜虾，切成块，倒入高汤，加酱油、麻油、醋、胡椒粉，再加绿豆粉皮拌匀。您尝尝，怎么样？来，好个好。不错不错，慢用慢用。那个，三爷，打听事儿呗。你说，就是京城六妓的其他人呢？怎么今天就你一个呀？最近几年我们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呢约定好每日轮值。怀念，十分的怀念大家一起吃饭的日子。
不会白吃你煮的饭。啊，您白吃我高兴。我毕生钻研的福禄之道都在这本书里了。给我啊！啊，真的给我啊！我能学？嗯。天，真是没想到，在六级寺里当厨子，还这么有前途啊！三爷，哎，三爷，哎，你不叫我们吗？三爷，三爷。自学啊！玄牝珠的下落有头绪吗？暂时还没有。听说顺天府的大牢里有个盗墓贼，昨天晚上上吊自尽了，是吗？是。那个小贼在福来客栈被抓的，同一个晚上，客栈几十口人全部被杀，是吗？义父，孩儿办事不力，请义父责罚。吃了他，义父。这颗千刀万蚁丸，吃了之后，千刀刮骨，万蚁钻心，连痛三日三夜。这一次小城大劫，是因为你蠢，杀了那么多人，却偏偏弄掉了李长安，被马三抢先一步带到了六祭司。你让义父的下一步棋怎么下？孩儿知错了。十年了，从没进过一个新人，李长安，他能够破例吗？胆敢擅闯六祭司，你是什么人？是马三爷把我带进来的。我们六祭司从来不养闲人，老马带你进来就是想推荐你成为京城第七祭。按规矩，我们六祭司的每个人要给你出一道题目，连过六关就算你合格了。百花酒？可是酿酒要等很久吧？如果是黄酒的话，最快要七八天吧。那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既然题目是这么出的，就想办法硬呗。难道六祭司这么好进啊？百花酒啊，就是用糯米和白种野花一起酿制而成。糯米呢，我们已经有了，再去酒窖里买一些酒曲，然后通过米酒的酿制方法浸泡发酵两天，我估计两天，两天就可以了。那发酵时间短，酒的味道是不是会差一些？差一些啊？我觉得雷燕是西南人，估计米酒应该蛮适合他的。秋是风，心中的愁；春是梦，杯中的酒。夏与冬温热，是否能相拥？燕儿，最想。
厉害厉害，找了个不会武功的厨子，扔给他一本破书，你觉得就能出现奇迹吗？试试喽。时间太紧了，就算你手把手教他也来不及的。明天是弃乐轮值，那家伙看着憨厚，嘴很刁的。我是弃乐，来自西北塞外，这些年就想吃一口家乡的烤羊腿，可是奇了怪，羊是塞外的羊，佐料火候也对，但是就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但是就差了那么点意思，为什么呀？你问我呀。西北烤羊腿都用麻盖炭，咱京城找不到，所以我跑出去挖了一整天的苎麻根，用苎麻根来炒制麻盖炭。怎么样？就是这个味道。好哎。什么叫做家？大家坐在一起吃饭，那就是家。来来来，我们喝起来啊！干杯！干杯！将军，我家主人知道将军要找的东西在哪里，请随我们来。费先生，这些都是什么人的棺材？这些棺材里装的都不是人。啊？那是什么？这都是近些天来出现在京城中的妖。妖怪？怎么会是妖怪呢？我们六祭司并非管杀不管埋，那是因为我还要验尸。为什么？哎，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给妖怪验尸？那是因为在妖身上发现了药的痕迹。药？也就是说，那些药它其实是人。是野兽。我什么时候说是人了？就是这些药的成分，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它居然能够化兽为妖，真是个神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坏人呢。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的，把这些都给我弄到车上去啊！哎，飞先生，就我一个人吗？你不打把手吗？你想多了。给我做碗十全大补汤送来。爷啊，将军，一别经年，风采依旧啊！我一路追寻玄品珠到京城，可进了京城之后，我连珠子的气息都闻不到了。我费尽心思派人盗走玄品珠，就是为了引你入京。
你觉得我还会给你机会去找回玄牝珠吗？当年那一场大战，我们杀了那么多妖族派来卧底的奸细，没想到还漏了一个你。将军的身体离开玄牝珠十日，就会腐朽衰败，化为飞烟。一来，我要迎回先王圣魂，为他选一具新的身体；二来，将军的尸体我还有些用处。你要是有把握能打赢我，何不亲自到我的墓穴去找我？在你的墓穴，我的确没有把握胜你。可是到了这地宫之中，我上施镐壤，下饮黄泉，树大根深，盘根错节。严冬，你死定了。费先生，乌鸡、猪肚切块，与云灵党参、鲤鱼肉、墨鱼骨一起下锅，再加陈皮、茴香、枸杞、干姜，十全大补汤，正好食养。味道不用说，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呢？我是想，费先生时常在这种环境里工作，我就加了点薄荷叶，可以清新去秽。虽然最后取出了薄荷叶，但味道还是留在了汤里。如果说这不是十全大补汤，也没错。难得你这么有心，我要是再吹毛求疵，那我就太小气了。气氛整得挺愉悦呀，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今天我不轮值，大半夜把我薅过来，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叫你来吃着好吃的，我让你到这里来蓬荜生辉干嘛呢？在这时啊，我一直在试图解读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你猜。王先生好。杜无缺不喜欢别人叫他无缺公子，而我却偏偏喜欢别人叫我诸葛先生。叫诸葛先生好。哎，这小子过关了吗？先生，我先回去了。回来。考题我现在告诉你吧，毕竟我性子比较急。你怕死吗？怕。我也怕。那这个，明天中午我来吃饭。哎，诸葛先生想吃点啥？白饭。白饭。白饭。就白饭。就这么简单，你看你紧张兮兮的。毕竟我最近减肥，不能乱吃东西啊。哎，诸葛先生别开玩笑了，有什么想吩咐的只管说。好。有五只麻雀，
发现了一堆米，决定第二天呢把它们平分。来的最早的一只麻雀啊，它。来的最早的一只麻雀呀，它分来分去，发现怎么分数目都不均匀，于是呢，它就吃掉了一粒米，刚好把剩下的这堆米平分了5份。哦，这个麻雀呀，把它自己的那份带走了以后，来的每一只麻雀都想这样，吃掉一只米以后，剩下的米恰巧能分成5份。诸葛先生，你是想吃麻雀啊？闭嘴。我想说啊，这5只米发现了这堆麻雀，你能不能别吧唧嘴儿？我想说啊，这5只麻雀发现了多少米，明天的白饭我就吃多少。铁木，不送。哎，再见，诸葛先生。拜托，你能不能换到新铁啊？这道题我背的熟不行吗？不过你啥意思？你这大半夜的把我找过来，就是想让我尝尝李承安的手艺啊？我告诉你啊，就在这个地方，我属实有点下不了嘴。哎，跟你说正经的，我跟你说过吧，之前的那些药啊，都是有人要的，你是鬼话呢？记得。哎呦，早啊，各位！数一宿啊？5只麻雀，每只麻雀分得642粒，一共是3120粒米，再加上1粒米，一共是3121粒米，没错吧？这是生数的，说对了。那我给你们做早饭去，你们查查数啊。不，没，麻上了，麻上了。把他扶到屋里，我给他换换血。没事，过会儿就好了啊。王诸葛，你向来自负，算无一策，遇到这勤快的，服输吧。慢慢数啊。好吃啊，好吃啊！来，不错啊！吃这个！好吃！来！王诸葛，你自己点的饭，你要吃完。一粥一饭，当是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成也物力为艰。王诸葛，千万别浪费啊！诸葛先生不吃这些的，减肥他特自律，就别逗他了。大肘子，东坡肘子我最爱。大四爷，你不是说岁数大了不能吃这么油腻的吗？哎，别，中午多吃点儿没关系，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诸葛，你不是要吃东坡肘子吗？哎，指指他看看。哎，有意思啊！啊，开心开心。
满足满足啊！啊，我们六祭司呢，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啊！啊，是。可是现在李长安呢，还没有正式成为京城六祭。明天那一关恐怕不好过，不好过，不好过。我早就猜到了，你一开始就打我的主意。别去，别生气呀。什么？比武？嗯，此事说来话长啊。现在的六祭司，我、贝龙，还有杜无缺，是前代京城六祭的后裔，而马三、雷燕和弃乐，则是在老六祭去世以后，从民间择贤补录的。等到老马正式出任主司以后，我们想举荐一个人加入六祭司。可是杜无却偏偏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京城六祭是先帝御赐给六大家族无上的荣耀，绝不能胡乱地更改成什么七祭、八祭，因此为这个事情我们闹的是不可开交。那怎么办？老马很坚持，引进了一个新人。话说这个人呐，的确是有真本事，连过了我们五关，直到最后一考的时候，杜无缺要求比武，结果那个人输了，死了，死了。老马，你就不怕杜无缺真的把他给杀了？杜无缺心高气傲，所以我找了个完全不会武功的厨子啊，又有我们在旁边看着，他总不会厚起脸皮当着我们的面对他痛下杀手吧。你说李长安要是真进了六祭司，那在玉儿面前我恐怕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进不去的。杜无缺追魂散的招式是从剑法中变化而来的，出手凌厉，招招夺命。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明天公子你考教他的时候，何不来个釜底抽薪，也好让我们家玉儿彻底断了念想。想从杜无缺伞下逃出升天几乎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要走，我们不会怪你的。玉儿，你怎么了？你明天可不可以不要比武了？为什么？杜无缺可能会杀了你。玉儿，诸位先生之前问我怕不怕死，我说我怕。可是这世上有些人去拼命，我也不在乎你能不能进六七四，就算跟
那位大人好。好好好好，哎，好好。今天六祭司纳新，咱家不请自来，凑个热闹，各位不介意吧？哎，哪里哪里，正好劳烦中尉大人做个见证啊。好啊，哎，请，请。好，吴缺，你主考，你定个规矩。只要他能接我三招，就算他过关。好。过关了。已经过了，你还再行偷袭，你太让我失望了。从今京城六祭变成京城七祭，可喜可贺。六祭司。没有第七祭，费先生怎么样？虽然杜无缺那一散他受伤并不重，可是多少会引起一些血脉不畅，等会儿
我开个方子，帮他疏通经脉。我去抓药。好。怎么样了？全身经脉接受重创。哎呀，我原本想让他以云转玄经中练功导气的方法慢慢学会运用玄牝珠的力量，可没想到杜无缺那一散会直接冲击到玄牝珠，他没当场经脉尽断，算他命大。现在玄牝珠的力量还在他体内四散冲击，仅靠针砭药石根本压制不住。于承恩，公孙姑娘与你无冤无仇，放了她。你们走，不敢吃你就走吧，算算时辰，长安也该到。别相信他，杜公子，我没通知你长安，英雄救美的机会就只留给你一个人。
玄牝珠被盗，严冬将军迟早会压制不住妖王魂魄。如今京城内外暗流汹涌，李长安，既然玄牝珠选择了你，六祭司选择了你，就要好好担起这份责任。现在，我就用我毕生功力，助你融合玄牝珠之力。城里的这一场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哀家听说此事还与近日妖怪频出有关。回禀太后，这风声是老奴传出去的。于承恩，你好大的胆子！
皇帝为了此事忧思过度，卧床不起，以妖言惑众，意欲何为？太后，若朝廷承认京中妖邪作乱是因为有人盗了玄品珠，但我们却迟迟未能追回，恐怕对我们皇室颜面有损。不管他是瘟疫也好，是妖毒也罢，如今有几千人染病中毒，可如果放任不理的话，一传十，十传百，到时候成千上万人一起妖化，后果不堪设想啊。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壮士断腕，大将驱邪丹，麝香三分，穿山甲一两，蜈蚣三钱，土狗、地龙、番木鳖、金顶披、雄黄各五千，通知京城全有的药铺，按此药方多做药丸，一旦我试用有效，马上分发给染病的百姓。太后一旨，左神策军、中护军郡臣领左神策行营10000步军剿除妖患。走啊，快点，不走，快点，走，赶紧的，快点，干什么？果然有效，再有一个时辰病症就能消退。多谢费先生。啊，不用客气。你们赶紧把这些药分发给城内的百姓。费先生，我也可以帮忙。啊？好，赶紧走。神策军已经出动，说是得了宫里的旨意，凡是中毒的百姓，赶紧上去。老马会想办法帮我们暂时挡着神策军。杜鹃，干什么呢？李长安，玄品珠果然被你身体吸收了。本王暂借的这具身体，与你又是死对头，看来命中注定，你我不能共存于这个天地之间了。杜无缺，你在说什么？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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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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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来，解毒药丸，快，快吃了。六七四费先生制作的解毒药丸，来，快吃掉它。我这里还有解毒药丸，给我伸出药药丸。队长，这边，快。京城大小水井100多口，染毒的水井只有10井。根据水井位置分布和地下水脉流向来推算，毒源就在此处。这于承恩应该是用药物炼制了严冬将军的尸体，把这附近的水源全都污染了。神策军已出动，那些染毒的贱民必死无疑。Thank you.
了解药，已经为他们吃过了。你再等一等，这药一定能治好他们的。妖言惑众！你们都听好了，那些没有中毒的百姓们备在一旁，稍后血洗长街，刀枪无眼，有敢与妖邪为伍者，格杀勿论。神符可镇鬼神，可敌万军。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奉宫中旨意办事，你敢妨碍我，就是抗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草菅人命，屠杀百姓。六祭司不奉这等乱命。他们已经身中妖毒，迟早会变成妖的。如果他们变成了妖，为非作歹，六祭司自然会管。可是他们现在还是人，是人，那就绝对不能杀你。马三爷，你发动这种规模的神符，你又能撑多久？妖王，那是不是我杀了你，这一切就结束了？就凭你？我倒是想试试。玄铁菜刀，
掉一个这么伟大的英雄，就为了保护这些小老百姓，到最后落个油尽灯枯的下场啊。若不能保护百姓，枉为六祭司。你敢保证他们的病彻底治好了，永不复发？可是大人，这关系到黎民百姓的性命，您还是回宫吧。违抗军令者，斩！神策军的将士们，这些百姓染病中毒，可是六祭司的费先生已经治好了他们。马三爷为了保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你们呢？你们的职责不该是保尽守土、出报安良吗？原本要保护百姓的你们，真的能对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挥下屠刀吗？六祭司一直在保护我们，现在马三爷不在了，可六祭司的其他人一定还在其他地方为了保护我们而战。如果他们要杀人，就让他们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你，
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杀死你的意思啊！杜鹃，咱想想看，是不是有别的办法？妖王的祭魂大法是在濒死之际转移魂魄。哎，你现在动手杀了我，运用玄牝珠的力量，或许可以终结此事。快动手啊！咱们好好想想。 是杜鹃，什么？于承恩，煞费苦心将妖王的残魂凝结成一颗妖丹，逼着我吞下。可惜啊，被玄牝珠镇压了这么多年，妖王残魂早已虚弱不堪，在我的反击之下。 灰飞烟灭。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呢？因为玉儿，玉儿是亲眼看着我把妖丹吞下的，是被逼着吞下的。我杀了你，那我和玉儿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 事后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妖王，而且若于承恩真的除掉了六祭司的话，那我就顺水推舟，登基为王。你真卑鄙啊！ 天地根，想获得完整的玄牝珠力量，不仅要。
要集齐陆绩之力，还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等的就是你。自打你一开始进来，我知道你就是杜无缺。这里是镇妖塔，妖王是进不来的。毛将业主，关他的根！啊！
如果他被妖化，即使玄牝珠也难有回天之力。要么你现在就解开这扶妖大阵，全力阻止公孙玉妖化，要么就让我们和妖化的公孙玉一起被你压得灰飞烟灭。空过。姜太公直钩钓鱼，马三爷空锅涮肉。那你打算一会儿吃点什么呢？上面掉下什么，就吃什么。时光一
住了伤口，却撑不住那流年。阴晴圆缺，转身还是那一张脸。逃过你指尖，却逃不过那条线。无怨无言，想象你轮廓风影一千年，万语千言，当你理解是我偏走散。放逐天边，非要赴汤蹈火，你再相见。一世平凡，灯火奄奄一息失散。望断天边，灯火奄奄一息失散。望断天边，灯火奄奄一息失散。